我哋今日介绍下我哋一个好满意嘅项目 Chambers on Loot， 一个曼谷核心区嘅度假屋式公寓项目。Chambers on Loot Station 咧，离站真系好近嘅，只有230米嘅距离。我哋整个过程咧，由认识社区开始啦，同大家一齐认识咗 on Loot 好多嘅地方。我哋亦都去到现场同大家视察工地，定时去报告项目嘅进度。我哋真系有落去睇楼噶，有咩事其实我哋甚至有同发展商报告过添。当然我哋最注重附近有咩好嘢食，我哋会帮你揾埋附近有啲乜嘢嘅靓咖啡、靓餐厅，就好似呢一间 Altitude。当然啦，业主去现场收楼，我哋全程协助跟进。见到业主收到一个咁靓嘅项目，我哋都开心啊！成个装修嘅过程，我哋都会跟进，现场帮你睇晒好多嘅配套。当然，我哋会登堂入室，同你具体咁去睇翻你间屋啦。不过之前我哋已经安排咗验楼师同你验楼噶啦。最后，我哋当然要帮你整靓间屋啦。但是细节位，甚至由热水炉、厨房，我哋都一丝不苟会帮你跟进。最后，我哋要帮你拍一辑靓靓嘅家居布置咗嘅相，方便你出租，作为一个纪念啊嘛。我哋有唔同嘅方式帮你去装修你间屋，迎合唔同租客或者你自己嘅需要。Chambers on Loot 本身就已經送家私電器了，所以很省錢。當然我們一定會有出租的支援，你看看我們租了給不同的租客了。 Chambers on Loot 曼谷買樓123會全力為你跟進所有的服務。